那第78周的周赛，目前是 ARK 对阵的维京，蛇打艾克。北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蛇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北京很久没有蛇了。啊，这新来的蛇他也是练了很久，基本功还是可以的。对，我刚才跟他玩了一下，确实挺厉害的。嗯，但是维京以前打过咱们麻婆，他应该是会打蛇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蛇还是一个需要比较吃对他的角色。对对对，蛇主要是对策。好，上米出盾可以。开局还是 ARK 占这个百分比优势啊。剑士其实如果刚开始按着打其他角色的方法打蛇的话，容易一直挨炸，因为它核心是压盾嘛。蛇如果拿雷的话，就老能打到雷。哦，可以看出维京现在也有点束手束脚的感觉，可以又是一个上臂出盾。他还没有找着那个跟蛇，哎呀，漂亮！哦，漂亮！这是连无人机带蛇一块给允了，很强。维京可能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跟蛇打那个手感，但是现在这第二条命开始连续的压制，差点连续抓三回，很好。我之前在赛前也跟这个ARK说了，要多用导弹蓝回场。他有的时候蓝回场经常会无脑上 S， 这是一个新手蛇比较容易犯错误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又差点陨了。漂亮，空后出盾，然后 OK， 这是提前放。哎呀，又一个上臂出盾，哎，差一点，再来一个就，击杀了。高空回场，看能不能躲过艾克。OK， 没有打到。哎，刚才那个角度上，他在高空回场的话，如果是尼姑就打上臂了。对对对对，绝对打上臂击杀了。哦，漂亮空下打断了一下艾克的空上，好，直接上，哎呀，上地真连。现在是扳回一命，但是百分比还是输118，差一下。因为艾克击杀挺高的，基本上就一下就击杀了。对，空中的话一个空上基本就死了，就看现在炸弹能蹭多少血。现在高百分比的蛇就不能着急，一直捏雷然后翻滚就好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一直慢慢耗对方的血量。哦，艾克失误了，失误了，漂亮。那现在一转攻势，哎呀，漂亮。我刚想说高百分比蛇如果领先一条命的话特别优势，接着他就死了。现在就基本上五五开吧，还不好说谁输谁，对，谁赢了。现在艾克手里拿雷，他自己没看见。嗯，好，我发现打蛇一定要眼神好。刚才打友谊赛的时候，几次都是被那个 C 四看不到炸掉了。打蛇主要得戴耳机。我觉得那个打蛇的话，绝对是就只靠眼睛是不够的。我觉得也是，太看不到了。嗯。哦，漂亮，这个横臂躲得很好。哦，一个横 S。看这波返回场，这是一个，哦，那这个，哎，哦，艾克的跑抓可能有点慢，刚才按说应该能抓到，有一个横臂，现在百分比五五开，哦呦，这一个 DA， 增强过的 DA， 漂亮，那直接是1-0，维京拿下了第一把，差一点，很焦灼还是。这游戏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。嗯，好，还依旧是第二场，依旧是艾克对阵蛇，看看这把蛇的对策有没有。其实蛇打剑士主要还是捏雷和设置，因为艾克的空恩范围很大，你只要能让他挥不出来空恩，他就很难受。多让雷在自己的周边，就是他挥出来自己也得挨一下，而且雷的伤害是比空恩高的，换血也不会亏。啊，漂亮，
这个就是刚才说的，这 C 四扎到了，这非常漂亮。嗯，打蛇就是一定要小心到那个 C 四，对，不然被雷炸一下还好，但是你要被 C 四炸一下，真的就很难受了。嗯。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蛇对艾克还是对他还是比较好的，现在已经打到100多，已经打到击杀线了。嗯，就看怎么击杀。好，现在维京也是沉住气等一下，打蛇一定要沉住气，不能着急。哦，这一个 DA 漂亮漂亮，这种换血还是可以的，毕竟炸不死自己。对，但是这个高空回肠，哎呦漂亮，可以，他没有躲过烧火棍儿，好，死了，这也没办法，对，他下头上替160多就真凉了，真凉了啊。好，哎，哦，没反应过来，但是还是连上了。对，哎，哦，又是一个放针，接了个 DA， 哎，上去出盾，漂亮，一套从0打到56，79的蛇。蛇落地稍微有点困难，他在空中的臂反还不是特别熟练。对啊，尤其是那个艾克这种空上特别长、范围特别大的，对，很容易在空中就吃一个空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蛇在空中一般我看都是先扔个 C 四下臂反，然后再臂反。哎呦，这是自己失误了，自己失误了，回来吗？哎，回不来，回不来了，回不来。他主要雷也放在地上嘛，嗯，就肯定回不来了。哦，漂亮，这个闪很精髓。哎，这个可以。上 S 接下 S， 一个蛇的标准手边，这时候必须要攻击回场，漂亮。对，我看你总是在那个炸弹快落地的那下攻击回场。对对对，正好要用那无敌针给他那躲过去，要不然的话贼难受。现在是蛇输了一命 C 四，咱们这个 ARK 的蛇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新手阶段啊。虽然说看他打得风生水起的，但是像空下呀、空下出盾啊、空人 drag down 接抓什么的这种操作还是很少。维京也是咱们北京20年新来的，但是现在也算老将了。哎呦，可以，这手刚好卡了一下他 DA，哇，漂亮 ，DA 的距离给了个。因为维京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也不是新手了，已经打得很好了。哎呦，漂亮。这连续四下空接，可以，这个，最后这个 DA 抓落地很强啊，一定还是要把它限制在空中。对对对，